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快手记录世界，记录你。本节目由搜索世界杯就有好玩的快手短视频冠名播出，您的专属有声图书馆。本节目音频由懒人听书 APP 独家呈现。道可道，非常道。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听门道。大家好，我是詹俊，欢迎您收看快手世界杯论道。今天是第一期的节目，想和梅西同框就上快手搜世界杯。那么在世界杯已经是开打的第一天里边，有很多的话题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俄罗斯大战沙特的一些关键要点，同时的话，在今天的深夜，明天的凌晨将有一场焦点大战上演，西班牙对碰葡萄牙，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环节，稍后在节目里边我们会一一展开。首先我们要进入快手世界杯论道的津津乐道的环节。今天的津津乐道会为大家介绍三组的数据。第一组的数据，那就是二。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是俄罗斯啊，在揭幕战里边是5-0大胜沙特阿拉伯，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第二悬殊的比分。最悬殊的比分是在1934年，当时的东道主是意大利队，他们曾经在揭幕战是7-1大胜了美国。那么这个二有双层的含义，第二层的含义就是这位了不起的主教练切尔切索夫。相信在这届世界杯以前，没什么球迷啊熟悉这位的主教练呢，但在这场比赛里面，他的头两个换人，这就是二的第二层的含义，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两个换上来的球员包括了切里舍夫以及是98，两个人合计一共是在这场比赛5-0的大胜里边攻进了3个进球，所以这场比赛切里切索夫的换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在今天的津津乐道里边，第二组的数据就是2-2，22。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突出的也是大家非常留意的一名球员，也是俄罗斯全队的颜值担当格洛温。他刚刚在上个月才过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一个人是创造了5次的得分的机会，并且是完成了2个的助攻，而且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到伤停补时阶段罚进了一个美妙的任意球，为这场比赛是锦上添花。据说他曾经是阿森纳队想要签下的球员。那么凭借揭幕战的优异表现，如果接下来在世界杯格罗温还保持这么高光的亮相频率的话，相信在世界杯结束以后，他会成为欧洲各大豪门想要抢购的对象。现在尤文图斯队已经在重点留意这位22岁的俄罗斯新星了。那么今天的津津乐道还为大家送上第三组的数据，5-0的比分，没想到吧？结果赛后的统计，在揭幕战里面，俄罗斯拿到大胜的这支东道主队，他们全场比赛的控球率只有40%。而遭遇惨败的沙特是拥有60%的更多的控球率的，可见在现代足球，稳守反击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制胜的门道。所以稍后我们来看看攻守之道的环节，我会和李导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俄罗斯队能够用40%的控球率拿到一场5-0的大胜。欢迎进入攻守之道，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特别是请出了最资深的球评李导。李导你好。俊哥好，大家好。在揭幕战里边，真的是没想到俄罗斯能够5-0大获全胜。对，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也感觉这场比赛两点，第一点，精彩，一般的开幕战都是闷战，对，这场比赛打得很精彩，没错。第二点，进球多，大比分，刚才你说了。好，我们先来看看攻守之道里边的快手时刻。当时俄罗斯队是从右路费尔南德斯这一点发起了快速进攻，一脚长传球，而沙特方面两个中卫分别是奥萨马和奥马尔都已经是被格洛温牵扯到来这一侧。大家看看佐布宁已经是及时跟进到了禁区附近，这个时候留意的是切里舍夫替补上来的左脚将前皇马的球员，结果他在左路呢拿球一扣以后，扣过了对方的两个
防守球员近距离，最后是爆射得手。那么李导，在这一波进攻的过程中，您觉得俄罗斯的攻守之道进攻方面巧妙在什么地方？对，俄罗斯在比赛开始前阶段基本上右路进攻，右路进攻，所以这次反应的比较明显。我们看这次是二连四一个直传，对，这球已经是在沙特队的中卫控制下了，我们可以看看在他的控制下了，但是格罗文没有放弃，所以他从中线一直追，快速前插，到前场，最后他拿到球了，这也就是符合现在这个高位反抢这个特点。结果呢，他成功了。原本这是对方的中卫奥萨马可以先拿到球的，对，因为当时的另外一个中卫五号呢，他已经被这个对方拉到边上去了，对，所以这个三号他不得不再补上。两个中卫都被拉到了左路的防线，所以他中路控了。中路控了以后，左后卫、右后卫必须要补过去。这是布雷克球队的右后卫。问题就是布雷克补过来中路以后，他防守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没有人来回防。这就说明现在整体的防守，这个人是落后了。谢赫里，对啊，谢赫里小将矮脚虎，他出现了回防不及时的问题。所以当时呢，已经造成了，我们看这整个这情况，我们看啊，造成了由于他回防的慢。造成了这个进攻的俄罗斯队是等于四打三，或者是四打四，这个对防守来讲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个进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最后进球破门的是切里舍夫，对，但在整个进攻的衔接方面，俄罗斯队纵深以及是进攻的宽度、边中的结合都结合得非常好，都用上了，没错。所以今天的攻守之道，我们经过李导的解释以后，为大家阐述了一点，那就是俄罗斯队今天的进攻特色。边路进攻，边中结合，纵深和横向都利用得非常出色，所以他们才迎来一场5-0的大胜。揭幕战过后，接下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那就是焦点大战，西班牙大战葡萄牙了。有点遗憾的是，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开打前的56个小时突然换帅了，主教练洛佩特吉由于已经是和皇马提前签约，所以被西班牙足协啊炒了他的鱿鱼。那么李导，只有56个小时的备战时间，接替洛佩特吉的是大家以往我们解说的时候都非常熟悉的前西班牙国脚中卫耶罗。您觉得耶罗接任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面临在稳定队伍的这个军心。这个时候呢，我估计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是在大敌当前、大战当前的时候，这是换主帅是很忌讳的，兵家大忌，很忌讳的东西。耶罗现在的工作就是把他这会儿拢住，稳定军心。哎，你是软办法也好，硬办法，把待会儿葫芦顺了，让他这会儿，目的现在明天要比赛了，怎么办？稍微有担心的地方，耶罗是在什么方面呢？耶罗没有指挥过大赛，对，的确，他过往单独执教的这个经历不是特别的成功啊。但西班牙队在这次的预选赛以及是一系列的热身赛里面表现都是非常的突出的，曾经也是6-1大胜过阿根廷啊。西班牙队是很擅长打内部进攻的，以往李导在解说的时候也多次为大家强调过。我们来看看，这是西班牙队和马其顿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啊，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利用内部的进攻。对。刚才詹总讲了，内部进攻是西班牙队在或者是巴塞罗那队他进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这个伊斯科也好，伊涅斯塔也好，希尔瓦也好，他好像在集中在这个点上，这一点就造成局部的优势，然后突破对方。当打不了的时候，现在我们看阿尔瓦上来了，阿尔瓦上来以后呢，就是当这四个人都被压迫出去以后，这是空当出来了。所以怎么利用这空当？如果还利用这几个人空当，不好运用了，因为对方已经1-1都盯上了。所以从后边插上以后呢，对防守一方很难防了，因为他顾自己的人，那旁边插上一个，他更顾及不到。所以这时候，这个阿瓦上来以后呢，就利用这个空当了，后插上，利用内部去突破对方。没错。而这个亮点，进攻亮点就是28，远距离的长途奔袭。对，这起码有30-40米吧。到如果到底线的话。所以这个对马其顿这个进球里边，进球的球员是大卫席尔瓦，但其实内部进攻的巧妙，西班牙队在和葡萄牙队的比赛里面也是值得留意的，那就是边后卫的插上助攻。对。啊，刚才这个进球里边就体现了28的作用。
好，接下来我们会在解阵门道的环节里边，我和李导会为大家排兵布阵，看看有可能在焦点大战里边，西班牙对阵葡萄牙会出现怎么样的首发阵容。如果说攻守之道是战术上的博弈的话，那么解阵门道将会是两队在战略上的比拼。接下来我们通过沙盘推演，和李导一起为大家预测一下葡萄牙大战西班牙 B 组的焦点之战，双方有可能的首发阵容。首先在葡萄牙队方面，他们的阵容变化不会太大，门将是帕特里西奥，右后卫是塞德里克，在南普顿队踢球，两个中卫这就厉害了，35岁的佩佩来搭档36岁的布鲁诺阿尔维斯，左后卫是格雷罗，球队还会用双后腰威廉卡瓦略来搭档在莱斯特城队踢球的阿德里安席尔瓦，在右路是这个赛季在曼城队大放光芒的贝尔纳多席尔瓦，他是缺阵了2016年球队欧锦赛夺冠的阵容的。那么在左路是这个赛季从国米租借去到西汉姆联队表现很抢眼的若昂马里奥。C 罗当然是锋线上面的重中之重，但他身边需要一个本泽马，没有本泽马的话，安德烈席尔瓦会充当他的僚机的作用。那么在西班牙队方面，李导可以探讨可以争论的话题可能就比较多了。嗯，对，主要是在中场，主要是在中场，中场后防线上，对，后防线上位置是比较固定的，对，左后卫阿尔巴，阿尔巴右后卫卡瓦哈尔，对，两个中卫经验是世界级的拉姆中卫啊，皮克和拉莫斯，对，嗯，中场现在就是他经常打的是单后腰，没错，库斯这是绝对的，绝对的，没人能替他，没错啊。那么他如果打这个三个中场的话，这两个人是谁？没错，这两个人呢？那么这个是如果是伊尼斯塔的话，他是攻的，嗯，所以这个呢有点应该是有攻守兼备的，对，这个科赫比较好，科赫比较合适，哎，对。另外一个选择是迪亚哥。啊，迪亚哥，那就可能他这个非常有优势的情况之下，他为了在进攻解决问题，他可能用迪亚哥。嗯，中锋呢就是德格科斯塔。嗯，这是比较固定的。这个什么都不吝的，哈哈，没错，啊。这个左边呢就是这个席尔瓦，嗯，这个是伊斯克。嗯嗯，所以整个这个中场，他要把这中场这几人，当然，那边席尔瓦，这边是伊斯克，这五个人啊，包括福克斯。这五人除了这个科科之外，其他人你说控节奏也好，控球也好，他那是绝对没问题的。嗯嗯，所以如果这样安排起来呢，我觉得从进攻和防守两方面考虑呢，还比较基本平衡。嗯，所以现在大家探讨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布斯克茨身前以及是前场进攻三人后面的这两个球员。对，如果这个用这个迪亚哥的话，恐怕攻的更多一点。所以的话，在人选方面，李导的观点就是还不能让迪亚哥和布斯克斯以及伊涅斯塔同时上场，对，还需要一个马竞踢球的科克。好，那么这场 B 组的焦点大战，赛前大家有很多很多关心的话题，最关心的话题就是李导，您来猜猜，您的观点，觉得这场比赛谁有机会赢球呢？要按实力来讲。这个西班牙赢球的面大一点，大一点，但是绝不会轻松拿下，而且比分也不会大，比分也不会大啊！双方的球员都太熟悉了，对，所以李导觉得有机会西班牙小胜葡萄牙，而我个人的观点是双方有可能第一场比赛谨慎为主，出现平局的情况。世界杯的确有很多津津乐道的话题，未来的节目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场上有攻守之道，场下有解阵门道。今年夏天李导和詹俊和你一起论道世界杯，想和梅西同框就上快手搜世界杯。好了，第一期的快手世界杯论道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也特别感谢李导专业的点评，咱们下期再见。再见。几支球队没有最明显的一个夺冠热门吧？我觉得像德国、阿根廷、巴西这三支球队机会都算是比较均等的。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快手记录世界，记录你。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快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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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手记录世界，记录你。